这样做试试，清脆爽口，真的比肉还好吃。首先把白菜去掉根部，改刀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再切上一刀。切好以后收入大碗中，用清水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加入一勺盐，用我的双手抓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多余的水分后，切记千万别去用水清洗，只需要挤干水分装入碗中，放蒜片、小米辣、葱段、一小勺辣椒面，再用热油激发出香味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一勺生抽、一勺白糖、少许蚝油，再次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，清脆爽口，好吃又下饭。喜欢的话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这样做试试，清脆爽口，真的比肉还好吃。首先把白菜去掉根部，改刀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再切上一刀。切好以后收入大碗中，用清水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加入一勺盐，用我的双手抓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多余的水分后，切记千万别去用水清洗，只需要挤干水分装入碗中，放蒜片、小米辣、葱段、一小勺辣椒面，再用热油激发出香味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一勺生抽、一勺白糖、少许蚝油，再次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，清脆爽口，好吃又下饭。喜欢的话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